去向前冲，向前冲 ，Go！人生或许会迷路，相信会找到出路，坚持理想，勇敢付出。汗水交织的过往，岁月刻画的手掌，我看着你眼神的渴望。要帮学弟把妹啊？不不不，我们很缺人手，还差你一个。哎，你不是要跟我去宿舍抓人吗？紧急征招，现在还没有人要报名啊？什么？只有你啊吗？哎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啊，你沙金刚、沙金宝他们都没空吗？各位，不用找了，多谢你们这么帮忙，但我并不希望有人是非自愿入社的。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期末结果报告：地球草的新进成员96人，距离说好的100人还差一公分。我输了，一公尺就一公尺。就说你赢不了本小姐吧。等等，我可不可以再挑战？不可以。我们暑假有很多活动，我想邀你一起。没兴趣。不过，九十七号社员可能有兴趣哦。哎，别卡别卡，别以为画面黑掉就是结束了，有些事情还没有讲清楚哎。话说，地球超人社成为学校最火红的社团，参加人数大爆表啊！地哥和球球还入选第一届校园环保型男，但是小雨居然又提出了1000个社员的要求啊！阿姨还不是普通的命苦啊！我听说有人想把这件事拍成微电影，真的假的啦？